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新加坡的 Marina Bay Sands， 然后这边的 MRT， 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到 Shopping Mall 里面。然后今天主要一个系列是，就是我有买一个礼物给我自己，跨就是。算是一个跨人生里程碑的一个东西，然后解人生成就，然后我们就带大家去看吧。好，这是这边很著名的一个喷水，可是因为现在 virus 的关系，所以它这边喷水造景这里没有开，不过还是持续的在滴一点点的水这样子。因为新加坡现在在雨季，所以常常下雨。然后这边现在已经开放可以划船喽，登船了。可以花小小的钱带自己的另外一半或小朋友、家人来这边划船。这边景色很漂亮，这边有好几个桥。这是2020年 Rollerball 小王子的，这是小王子2018年钢笔，然后这是笔头是 N 的，这只是2018年小王子，笔头长这个样子，小王子跟狐狸。玫瑰呢？不是，也是小王子。这2000年的笔头，那这只多少？1100，这只比较贵。那我再开我那一只，这也是2020年，然后它笔头有双色，这只1500，跟这两个赛季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赛季只是插在笔头不一样。Body cap， 它的 cap 长这样，很漂亮，我知道。
印这个 B62，比头不一样，是金色的，可是我那个头是银色。我那个头是银色，我那只头是银色。可是2019年头不是也有金色的吗？价钱不一样，就是这个。2019年头有金色跟银色，这两只是这样一个碎麦，这样是6300，然后这是2019年小王子，它就是拍了跟小王子的故事，还有里面有小绵羊，6300新币，这是小王子，然后这边上面有飞机。头长这个样子，这是羊对不对？对，是羊，然后头是金色，是双有点双色的感觉。可是这好重哦，这跟女生拿很重。然后这一只，这个是皮革的，对对，也是有小王子，这人工皮吗？飞机，它这个头是什么？哦，拍了那个帽子，拍了的帽子。上面还有写4810吗？4810，这样一套6300，所以光钢笔的话，这一套6300，然后这只你说1100对不对？这只1105，那这只呢？1500多，然后我那只是960块，这只双色。是2000年的小王子，我转不回去，你转。所以2000年的小王子钢笔系列出5支，然后这个是一套卖，然后这个有，还有另外一支这个，还有一支这个 size 的，这个 size， 可是它的笔头是银色，这一种的笔头，然后只是笔头是银色，然后这种是最基本款最便宜的，这支980，不是980是我有过980，那它的钢笔呢？1000多吧，1100左右，那跟这个差不多。应该比那个多一些，1105，应该比这个多一些，1200多，所以这1105，然后中间有一个1200多，对，然后这个1500多，然后再就直接跳6500。六千是两次，两次6500，所以一只大概3000嘛。它有单卖，它有单卖吗？没有。它不是这样的，它只是一个这个一个这个盖子，这个的身体，这个的盖子。哦，那这样多少钱？2000多，也是2000多，1900多。这两只2019，那这个是2000年，这个是2000年，这2019。那我要看这我的那只跟其他款式是什么？这是2019。所以2000年钢笔只有3支。2019单卖啊，就单卖一支。
它的头是绵羊，金色的头。叻搞啦！全部的，是因为货品不齐的提前 order， 然后就这一只可以买。这猫王 Rollable 全球吗？1350只，1350只，最后一只哎，5000块哦。这个是黑色的，对，里面是8个，所以一盒这样子几个？8个，8个卖12块，对。它有黑色、蓝色，还有什么颜色？还有一些其他颜色。看吗？哇，很特别，这棕色、橘色、紫色吗？绿色、黄色、粉红色。浅粉红、深粉红，这是灰色、深灰，超多颜色，还有白色。这个不是白色，这不是白色，这是什么颜色？蓝色。哦，这是蓝色，只是他用那个白色的。然后一般人买这个蓝，也有买深蓝。个人喜欢蓝。然后黑色比较浓哦，就是黑色。8只12块，对。10多块，有大罐的，然后是32，所以其实 review 比较便宜。你可以选一个缝 ，one to number nine。你放在 clip 上面对吗？对。几个字？这个会比较短哦。这个会比较短，只能几个字，7个吧，7个字。这个是 include space， 因为它这个本来它地方就没很多。好，我现在要决定我的刻字，第一个是可以刻在这个 clip 上面，然后它只能7个字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。这个是15个字，这样子，它这样也是8个字啊，所以可以8个字。所以我在犹豫，我要这个还是这样子，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呢？好，我最后决定刻在这边，然后右手撇子是刻在这，左撇子是刻在另外一边。所以它有几个颜色，这是 rose gold， 这是 gold， 这是 silver， 然后这是金色，它字体不一样。最后我会选这个吧，这是银色，银色这样比较搭哈。我的这一只，它这边有一个星星，这边有一个星星，所以变的是。它刻在 clip 上面会比较不适合，所以 sales 推荐我还是刻在旁边比较好。好，我刚付钱了。这个一盒呢，里面有8只，它是11块。这一盒里面有8只哦，是11块。那我今天买黑色的。然后现在我的名字已经刻上去了。
漂亮吧。不用，算进去就可以了。那它那个就破掉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你的这个上回去的时候就要转。像这个要转，然后如果是笔管的就不用转。这就算进去就好了。谢谢呀。好。好好看这个笔。哎，我的头是摇吗？我的头是摇。可惜他没有带一个那个笔套，是，好了，耶 ，Happy New Year， 谢谢，好了，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